游戏就是哦，你要揣摩他在游戏里面的角色，对，然后你要把它融入到你自己的个性，然后包括眼神跟肢体会有跟有一点跟平常不太一样。村主是不是特别要露一点？我觉得呈现性感应该是游戏里面很大的一个重点，对，然后我觉得性感可爱这样蛮好的、啊，对。因为现在很多就是游戏都主打宅男女生，你有给自己怎样的一个封号？没有哎、欸，看你们要不要给我一个封号。对啊，但我觉得我觉得自己觉得漂亮，那也希望各位玩家会喜欢。自己会玩吗？上网去？其实会耶，像我有试玩这款游戏。然后我就跟他们说，拜托拜托赶快上市，因为我觉得我每天都想要进去玩，因为里面非常的华丽，然后像我夜香姬公主也会出现在里面，然后我也蛮迫不及待要看，对。